我出一加一等于十一，我出一加一等于王，那我出一加一等于铁。天哪，好难呀！一加一还可以等于什么啊？哈，我知道了，我出一加一等于土，消除成功，颜色恢复。耶，我们的颜色终于恢复一点了。那这一轮小妹先出。好，上次小雪出的也太难了，我差点就回答不上来。这次我出个简单的，我出起源之力。好简单啊，我出虚空之力。那我出融合之力。啊，我本来想出融合之力的，完了没什么出的了。那我出精灵之力。小雪错误，大家出的都是迷你世界的能力，你出的是童话王国的魔法能力，所以这一轮要扣掉大家的颜色。我好不容易恢复了一点颜色，小雪都怪你，你怎么这么笨啊？真不想跟你一起玩。对不起，我是真的不知道出什么了。大宝，小雪又不是故意的，你怎么可以那么说话，还把小雪给弄哭了，快道歉。我对不起小雪，我就是想赶快恢复颜色。没事的，下一次我一定会出对的。好了，我们继续下一轮。这一轮大宝先出。上次大家出的是迷你世界的能力，这次我出迷你世界的人物，我出卡卡。那我出我最喜欢的地面。这次我知道出什么了，我出熊仔。只剩下我了，可我没怎么看过迷你世界呀。熊妹，你该不会不知道出什么吧？我们要是再出错就完蛋了。嘿嘿，不会的，至少我知道秃色大人，我出秃色大人。小出成功，颜色恢复。真是吓死我了，还好熊妹回答正确了。只剩下最后两轮了，如果你们不能全部成功，那你们的颜色就无法恢复了。什么，只有两次了？那我们一定要小心点。这次小妹先出。我得出一个简单的，我们大家都能答对的。哎，有了，我出一个柠檬狗头。我出一个菜狗狗头。我出一个闪耀狗头。呵呵，轮到我出牌了，我出一个迪迦狗头。大宝错误。我哪里错了？你出的这个狗头我都没听过，肯定是你瞎说的。我没有，不信你问小伙伴们。小伙伴们，你们说我的这个狗头到底有没有？好吧好吧，那这一轮算你们消除成功，颜色恢复。最后一轮我要指定题目。不行，那就直接算你们失败了。希娜，你大口误了，怎么能这样呢？嘻嘻，我就这样。那你们要不要让我指定题目？大宝小妹别生气了，我相信就算希娜指定题目，我们一定可以答对的。希娜你出题吧。好，这一轮你们要出的是游戏。游戏我先来吧，我出樱花校园。那我出迷你世界。我出植物大战僵尸。该你了小雪。糟了，小雪是不玩游戏的。天哪，难道这次又要因为我大家都不能恢复颜色了吗？不可以，小伙伴们你们帮帮我吧，快在评论区告诉我你们平常最喜欢玩的游戏是什么吧，拜托大家了。